断状态下，先数一下多少圈。等一下我们拧紧的时候，提就给他在他的拧紧的状态下基础下，再多拧一圈左右。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九千八。好，九千八。再装，先装提拉器。你要对好这个洞，这里有个洞，差不多放上来三公分左右。好，装好一根，另外一根。你要这样子，这个洞刚好勾在这个洞。那会懂的，你们他妈的没那么傻。好。OK， 加气，这样。先这样子拍一遍。带自手就活动上先装，这里有个两个喷垫，先靠进去。然后在这个靠进去，可知道他没那么傻。他个先。哎呦，你要先装那个两个钉钉吗？是啊，你买的这个要找一个什么平的来垫呢？开始，一九圈半，我们又拧十圈半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这样看好，我们大颗螺丝干下去。妈的，它用的是什么螺丝啊？刚才不小螺丝啊？我们的大颗，不是这个吧？就是这个。我们的默默会大，它的默默小。好，我们自己的长螺是哪个左呀？螺丝都没有了，你说去哪里了？这长螺是哪个左呀？好，接住小轮子，得给它演示一下。好，先装下去，上。那个时候就不好搞了。这个大剂量八毫米，然后轮子距离这个上这个两毫米左右，两三毫米。打底量八毫米，这个在处于距离框边两三毫米，不能钉死。
定上，免得上了这个两边转固定上，就这个，嗯，转固定上。螺丝对好洞，搞进去。好，下面两边进去，不要排那么多个螺丝，排两个螺丝应该也够了。你不要撞。另外一边，哎，左一个，那视频人家拍的很大。那是好的路。好，演示一下，上翻的。踩住，再装轮子。踩装这个小轮子，距离框边2到3毫米，大接量8毫米的情况下，不能临时。那边只是踩住踩紧，OK， 好，基本上这个扇就接近于完成，放回去 OK， 好，演示一下提拉，好，直走那个锁呀OK 的，直手都没有，那没直手啊！我不骗你。把这里糊的，玻璃糊的，这短的。我把车子拿过来一下。呀，这里。啊，藏在那里。好 ，OK。
过来照片，旁边拿过来照片。这样照。哎，哟，好，开始，开始。OK。来来来，好，放下来关一半。啊，再来点。好，关掉。